现在的指数是在六跟七的中间，看起来是快到七了，可能是在七了。摄影的东西哈，我们不管是诊所、医院里面啊，都是不能使用的。我叫我妈来。对，然后如果是你真的玩，要使用的话哈，那我们可能就不能让他在这边做。附件，对，这是我们这边的规定啊，是里面的话就是不能够摄影这样。这样。对。可是我没有照别人呢、欸，我现在是照我妈、欸。不管是有没有照别人，因为也不知道说你会照到什么东西。不管是照什么东西，你现在看得很清楚啊！就是、我如果照着别人，别人也会反对呀、啊，怎么可能？不管是照什么东西，别人一定说你怎么照我呢？反正这个东西就是不能使用，就对了。我是不管是在哪里都一样、啊，去其他医院也是一样，对，都是这样子。我们从五月二十一号住院到现在，那我是跟你讲，我们规定就是这样子啊。每个地方每个地方的规定啊，我们地方这个地方的规定就是这样子，对，那、啊、可能就是建议不要使用这个东西。Okay.